怎么不推荐大家有想买穿线机的兄弟买穿线机？我可以给你算一笔账，因为我自己买了，我自己真的明白了。我买的是万元以下性价比最好的那款穿线机，7800块钱。按照手工费一次省25块钱计算，八把是200块，1000块是40把，8000块就是320把。按照正常人高手断的很快的速度比，你自己给自己穿一把拍子省25块钱的手工费，你要穿320只，2周一根，1个月2根，一年多少根？24根。320只除以24，你就当25算，八是200，十二是300，十二是300，13，你得穿13年才能回本，你才能就是投，就是你才回本呀，兄弟，13年，你有几个13年？你现在开始穿，你再穿个13年，我的天呐，你要是给自己穿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我是在学校，我稍微就是穿了一些。我出了现在出了学校，我一样没人找我穿呀。我自己去球馆找人地推，我也没有这个心情，是吧？人家说什么野鸡穿线师，是吧？那有什么用呢？不要买穿线机，你自己去找熟悉的店里面，让人家带你玩一玩，没问题的。而且你自己穿一穿，你就觉得这玩意儿确实，是好玩是好玩的，你穿多了真没意思，你穿个20把就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